现在介绍贵宾，客家局局长。理事长协会客家理事长协会，客家协会的李监事同志，李监事啊，加头加头，然后大家掌声尖叫尖叫声，欢迎侯副市长，谢谢了，谢谢。现在来热烈的欢迎新北市，这倒是蛮欢迎的精神啊，你这个很有气。在场来自于巴拉圭的秘书和朋友、金主席、各位理监事，以及啊，请破了那局长啊，在场所有的贵宾、所有的媒体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谢谢。真的，今年的玉林园文化季要开始，啊，每年这个时候。我们都开始从记者会，然后的知识大典，还有那个什么相关的活动，都一一由我们市长，还有其他的副市长来跟各位一起来重视我们客家文化的一个传承。那今年不一样，今年市长说要来打头阵，我一看打头阵，正是我擅长的，因为看来。一起我都看到南墙工商会跳舞，赞！哎呀，是南墙工商的跳舞，不是德林，德林是做接待的，南墙工商跳舞的。那我看到南墙工商跳赞，穿的衣服，我想到了当年，我们民国六十几年打仗打到八十几年，在第一线作战，没有防弹衣的作业，开始有防弹衣，那后发现。今天什么都好，穿这个盔甲哦，可能没有办法防弹，可以防刀了啊。不过那个刀就是刀而已，我穿起来也是很帅气。真的看到那个战，我就想到我们客家人并肩的精神。我们要出征，我们去拼命，我们要结合我们所有的动物精神，绑在一块，视死如归。所以今天哦，我一定再怎么忙哦，我一定要来送那个战旗。那个战旗气势一定有，我打了三十几场枪战，大概交了1000个前锋。每次要打仗的时候，那个战旗就很重要。我们虽然没有战旗，我们没有所谓的打仗的战旗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精神喊话，还有带着武器，那整个冲锋陷阵，那个气势就跟刚刚讲的一样。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让我们今年的玉林园的文化。不一样，更有气势，越来越棒。那同时，我再谢谢大家，记者燕国龙在新北市政府的报道，现在这只是侯友宜侯副市长。对，客家中心的。